不让生命受苦，这难以接受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虽闻如是法音呐、啊，心有未明。阿难虽然听到诸佛说的这个话，这个法音就是指十方诸佛说了上面两行多的文字的这个话，啊，虽然是听到了，虽是不敬之词，听是听到了，如是指上面的法音，可是心有未明啊，阿难的心还是不了解，还是不明白，啊。所以习手拜佛，习手就是礼拜，习是拜到地面上停留一下，手就是头，啊，五体投地拜下去，稍微停留一下叫做习手，啊，礼佛之后才来禀白佛，问了下面的话：云何令我生死轮回，安乐妙常，同是六根更非他物啊？我难问的。他听到诸佛说的话，他内心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说此令我生死轮回也是六根，安乐妙常成佛证涅槃四德也是六根，同样都是六根，没有别的东西更非他物，这个话我不懂有听没有懂哦，听是听悟了，可是意思不了解，不晓得讲什么，那么既然是还不神通吗？佛就替阿难做解释了，如果佛不解释，谁替他解释呢？所以佛告阿难，帮阿难解释说：根尘同源，佛陀无二，实性虚妄。犹如空花，先说这四句，众生日用总不出三六一十八界根尘师，六根六尘六识，根尘同源，六根六尘同一根源，因为根由见分能接触外境的六尘。外面六尘是相分，也是自己第八欧赖耶识变现出来的相分，见分是从欧赖耶识显现出来，外面的相分也是第八欧赖耶识变现的，所以根与尘呢，同样一个根源，一个根源是什么？第八欧赖耶识的变现，那么因此之故，你应当要知道。站在得解脱的人的立场来看，佛陀没有两样，佛是禅佛，就是轮回生死，脱解脱正安乐妙常，没有两个东西呀，造业起烦恼是一个东西，佛修行断烦恼也是一个东西，脱，他们没有两个，佛脱无二，意思是说，过去一向的禅佛不解脱是六根，现在你想要解脱也是六根，那么要修解脱法门靠六根，那么轮回生死禅佛也是六根，所以无二，是。分别第六意识前六识的分别，这个分别的识
假如没有根尘，它发不出来。六根不对六尘的时候，啊，是不会有作用。所以是性是虚妄的，像什么？犹如空中的空花，空花就是哈秀满天金星那个空花啊，那个空花没有实体，你眼见看是有，一下子没了啊。我们实性的希望情况就像空花，有人解释就在这两句四句的上面下功夫，说用根不用事，就是这脉所说的。他认为佛在这里明文说出嘛，根尘同源啦，所以要从根性下功夫。事是最虚妄的，没有实体，要把它扫干净，所以他要舍事用根，是根据这个文字，他就用这个刻板的方式做这种解释。通不通啊？应当不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呀，他这个文字是四个字一句，既然是四个字一句啊，他只有把这个句子以字数配合好了，那么其他他可以用内涵含在里面。所以这个根尘同源呢，古著有说根尘实性同一根源，这样子叠字解释，它不但是根尘同源，事也同源啊，根尘实性同一根源啊。因为事如果没有根尘，它不会起作用，因此之故根尘事这三样东西是同样一个根源来的，都是在第八欧赖耶识里面呢，这个显现出来的啊。那么论禅服与解脱吗？众生份上觉得被烦恼所缠缚了，得解脱的人呢，就没有缠缚可说，脱缠缚没有两样。所以禅宗祖师四祖道信禅师啊，见三祖深忏禅师的时候啊，道信请三祖说啊，请祖师给我解脱法门啊。三祖就说谁扶你呀、想绑你呀、谁把你绑住了啊，我并没有人绑我，没有不就解脱了吗？还另外求解脱，这种境界就是佛陀无二啊。你认为有缠缚吗？那是众生啊，当下惯缚不可得，当体即空啊，缚也空，脱也空，无二啊。所以根尘包含事，不是单说根尘而已，所以应当是根尘实性同一根源啊，然后才说佛陀无二啊。他又配合下面的佛陀无二，他不能把这个事字排进去，因为没有根尘不会有事，所以事可以包含在根尘里面的啊。实性希望说实性希望根尘也希望，难道根尘有实吗？根尘有实体吗？六根有实体吗？六尘有实体吗？根尘一样是希望，所以说根尘实性一样是希望啊。因此注解有说根尘实性同是希望啊，根的性、尘的性、实的性同样都是希望的，都没有实体，像空花没有两样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你想要求解脱，不是就从这个根尘下手吗？阿难，由尘发之，因根有相，相见无性，同一交如啊。进一步解释，佛对阿难说，因为由外面的尘境引发六根
对成见的了知。啊，这个知就是识啊，难道根会知吗？眼珠子会知吗？耳朵身意根会知吗？所以这个知就是六识啊，同时意识跟这个第六意识啊，这个就是知。六根照到六尘境，那么六识就发出这个知的作用来。因根有相，因为你六根去照镜，六根是知啊，就是见分，相是外面的相分，就是六尘啊。实际上相分无性，见分也无性，都没有实在体性果的，所以说相见无性，相分见分同时都是无心的，外面的尘是无心，那么能照镜的根也是无心，能了知的事也是无心，都没有实在的体性果的。这个情况如果你不了解的话，拿个比方来说，同一焦炉，焦炉我们这里好像没有看到芦苇啊，芦苇长江大陆长江两边呢，据说有很多芦苇，我没去过，我不得而知啊，听说书本上写说长江两边呢有很多芦苇啊，当时达摩祖师到南方来啊，以梁武帝谈法不弃，那么他到北方去，就在长江边有这个很多芦苇，摘下一批芦叶，芦苇的叶子放在水里当作船，他站在上面就呼就过去了啊，你将来到长江把那个芦苇摘下来站在上面呼过去了，不用坐船啊，大摩祖师用这种方法过去了啊，所以叫做一苇渡江，一苇渡江，一个芦苇，一叶芦苇就渡过长江，有人发这个大摩祖师发这种的，一苇渡江，一个芦苇叶子就渡过长江，啊，没有神，如果没有神通是不可能的啦。那么因此，如果你应当要知这个芦苇，有说芦苇是两个活在一起相靠，如果一个倒下去，这边一个也倒下去，啊，我查这个中文大词典呢，他说这个芦苇是三个，不是两个。三个交叉靠住吧，一个倒那两个也倒，这三个，嗯，他就是引证楞严经里面说，说根尘师三个，不是说两个，啊，连这个普通一般的中文大词典上学懂得这个道理，他也研究过楞严经，他就说这个芦苇是三根连住靠在一起，啊。如果一根倒下去，这两根也倒下去。为什么拿芦苇来比呢？芦苇中空啊，芦苇里面是有接，接着中间是空的，它接很长，中间是空的，跟那个竹子一样啊。芦苇中空显示三样东西，根尘师都是无性，没有实性可得啊，所以芦苇中空啊。那么也同以焦炉来比方。说明啊，根尘实性都是当体即空，没有实体啊，那么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福不可得，祸也不可得。最后总结说，是故理经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失尽涅槃无漏真境，云何事中更容他无啊。因此之故你应当要知道，知见是真的，真知真见，另外建立妄知妄见，那是妄的，那就是无明根本，那个建立的知就是无明本啊。如果能够知见无见啊，没有见的这个分别，那当下就是涅槃，就是无漏法，就是真如清净的这个境界，这里面怎么能够再容纳其他的东西呀？啊，没有其他的，就是根尘实性同一根源，都是虚妄不实，能够在这里了解才能体悟这个道理。宋朝有一个玉安禅师住在瑞鹿寺，瑞鹿玉安啊，玉安禅师他就是读楞严经，读到这个四故理经
自见立志即无明本，自见不见实际涅槃无漏真境，在这个地方开悟。不过他是破句读的，读出开悟来。他这样念：是故你今自见立志即无明本，自见无见识即涅槃。按那读，他这样子就读开悟了啊。后来人称他叫做安楞严，安楞严，玉安禅师啊，随遇而安的那个玉安啊。玉安禅师从这个地方啊念作：知见立，知己无明本，知见无，见识即涅槃，开悟了啊。后来他读楞严经读到这里，他一定这样读。他有一天读到这里，就是这种方式在读啊。知见立，知己无明本，知见无，见识即涅槃。哎，旁边有个人听到啊，那师父你念错了呢，句子不是这样念的，而应当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知见无见实际涅槃不落真境，你怎么这样念啊？安禅师说：这是我的悟境，我在这个地方开悟，这是我的悟境的读法，不能改。你们怎么念你的，我还是念我的，所以叫做安楞严。这叫做安楞严，就是他的楞严经，他念到这里，他要这样念，啊，自见立，自己无明本，自见无，见识即涅槃。细细去体会啊，你用心，细细去体会，很有道理。因为你建立了自见了嘛，自见立，你自己建立自见，这是妄知妄见，这就是众生的啊无明根本，你应当要知道。这就是无明的根本，所以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，知见建立起来的这个妄知妄见，那么这个建立起来的知，这个就是无明根本，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源，众生生死根源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啊，所以这就是无明本。知见无了，这个建立的啊这个妄知妄见已经没有了，消失了啊，知见无了，灭掉了，那么能见到这种境界，那当下就是正道涅槃，就是烦恼破除了，无漏，那就是真如清净，本来如是，啊、哦。所以我经常说，宗门下禅宗的那些高僧大德，很多很多，都是因为读楞严经得到大受用，开悟。他在楞严经开悟的祖师啊多得很，后边还有哎，这种境界后边还有啊，这个所谓安楞严啊，在这个语录里面有详细的记载，而且这个故事啊差不多所有楞严经的注解都有的啊，那么凡是注解的人差不多到这里都知道有一个安楞严存在啊，显示这个安楞严是非常啊有修有证的一位高僧大德，因为他住在瑞鹿寺，瑞相的瑞，鹿啊，指鹿为马的那个鹿子啊，他住在瑞鹿寺啊，所以人家称他叫做瑞鹿安禅师。古人对于高僧大德不敢称他的名字，往往是用地名、用市名、用地方名来代表啊，因为他住在瑞鹿寺，所以人家叫称他叫做瑞鹿安禅寺啊，不敢直接称义安禅寺，都要保留一个字啊。那么上面就是帮阿难解释啊，说六根轮回生死是他，解脱涅槃是他啊。那么过去一下无量劫来轮回生死造业是他啊，那么我们自己回想也可以知道啊，我们在造业的时候还不是靠六根吗？没有六根用什么去造业啊？眼睛不看东西不见色，就没有奔色的情况，耳不听声，耳就不会奔声啊。那么如果能够守住根门，不让他往外奔尘，问题就会解决。
现在要在六根里面选一门回光返照来专修一门深入啊，就是叫你不要往外奔，根不要往外奔尘啊，现在要把它回头回过来照自性，照自己的自性，啊，念念不忘自己的自性清净，啊，凡是照到境界的时候，马上回头，不要让它跟住沉进去。眼睛看到什么东西，不要起分别，啊，不要去想象，啊，你就把心翻过来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要追他？为什么要看他？看他做什么？啊，这是轮回生死根源，哎，他就停止下来，就不会往前继续再奔尘，所以必定要有一个办法，把自己的心往回看，不要奔尘。前面第四卷讲得很清楚了，六根奔尘呐，跟着尘境跑，那就是造业轮转的因缘，无量劫来生死本就是这样子造下来的。现在回光返照。反闻闻自性，啊，后边这个选这个儿门圆通的这个选六选根门圆通的这个文殊菩萨，在句颂里面就说到，啊，闻不要闻外境，反闻翻过来闻自己的清净本性，啊，那么由此可以体证本有的无上菩提，啊，因此之故啊，我们都要从这些地方多多下功夫去观察啊，所以我们学佛楞严经帮助是非常大的，处处都有启发我们修学佛法的方法，处处有这个方便法门，说得非常清楚，所以呀，我们必定要好好的下功夫，要多读多诵啊。那么接下去这个长文说完之后啊，佛还再用句诵重说一遍，这个句诵非常之好啊！二十四尊欲重宣此意，而说句言。二十，释迦牟尼佛把上面的话说完之后，世尊，释迦牟尼佛想要重复用句诵把这个意义重说一遍，所以说了下面的句诵啊。下面的句诵啊，开头一首诵。啊，里面含义非常深，啊，太虚大师说，掌真论就是根据这一首颂，而造出一部掌真论来，那是轻辩论师，印度的轻辩论师啊，空中造一部大乘掌真论，就是根据这个真心有为空这个句颂造的，造了上下两节。啊，看这个太虚大师的社论呢，里面有说到。那么关于下面的句诵，我们就下次再讲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们福建人、广东人都有一个慈悲的习惯，初一十五、初二十六，会在门口点一支香。那这一支香点在上面呢，供养玉皇大帝、诸神；点在下面的，布施给好兄弟、孤魂野鬼。所以希望各位把这么优良的传统的佛教习惯继续努力做下去，每天晚上至少点一支香，放在树下门口给那些可怜的众生。你愿意再点一盏灯，让他看到极乐世界，那更是庄严。你愿意布施一杯水，又放在旁边，那更是慈悲。如果能够每天都这样慈悲，你会发觉你生命改变了，你心灵改变了，世界也跟着改变了。愿各位经常慈悲因供，慈悲施食。阿弥陀佛。祖先已经在过去道教的道场立了牌位，那现在又拿了三星道场的牌位，要放哪里？啊，这个越多越好啊！如果你有福报有钱，每一个有超度的地方，你都帮祖先放一个牌位，那是你的福报啊！啊，这无所谓啊！但是佛教的加持力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过去你放在道教，现在能够放在佛教的道场，那是好的啊。所以只是说这个祖先牌位里面你能够写得很圆满就好。如果你根本现在年轻人爸爸那一代就失传了，根本不知道族谱在哪里了，那你至少写个历代祖先嘛，你所知道的那几位写就好了，不知道反正有牌位在里面嘛，就是有位置的意思啊。然后一份就放在你要放了三星道场也好，基隆也好，那另外一份呢，你要参加法会就带着，或是你自己在修行的时候随时放在旁边，这样都好。